是戏剧《爱的迫降》深情的孙艺珍与玄彬于2020年结婚，并在同年迎来宝贝儿子甜豆，一家三口十分幸福。而近日就有网友晒出了自己在日本餐厅巧遇夫妻俩的照片，引起热烈回响。只见两人在人群中依旧耀眼，且照片中都带着幸福笑容，光看照片就能感受到甜蜜氛围。而网友们在看到这张偶遇照后，也都被闪瞎，纷纷表示脸上的笑容藏不住。我们甜豆的爸爸妈妈在约会啊，看着我的男生女生如此幸福，真的好欣慰。决定今晚再看一次《爱的迫降》。